早晨，弟弟，早晨，先生，你好吗？我要介绍自己，我叫 Siti Fatima， 我今年19岁，我有 11， 我有一个仔。我之前住喺台湾2年，照顾宝宝。我之前喺香港，喺香港16年照顾宝宝。我会整工整屋企，煮饭、买餸。同埋幫婆婆，我想喺香港揾到啲錢俾我自己同埋俾我仔。再見，弟弟，見到喺香港，拜拜。